我是宇轩。时空猫第三集终于来啦！随着玩家一步一步的推进主线后，是不是觉得怪物变强，王也变厉害了呢？也是不是觉得现在手头上的五星角色不多，三星四星的主角群又没有很给力呢？没关系，时空猫有一项特色就是送角色超佛星。游戏中有一种叫做协奏的关卡，这里面都是时空猫和其他游戏合作推出的额外剧情，每个都有自己的特色，并让玩家有更丰富的游戏体验。重点是还能免费拿到特别又实用的五星协奏角色当成新伙伴哦。在游玩有趣的特色玩法之余，还能拿到免费的角色，是不是超赚的啊？那今天就先来跟各位介绍两只新喵初期可以在女神异闻录协奏简单获得的五星角色，也就是一般玩家所讲的 P5 角色。这两只的共同特色是攻击到弱点时技能会发动两次，当 P5 角色去拉后排角色时，可以让向前的角色全属性包含无属性提升一次行动，且他们都拥有不同的属性攻击，像是 Joker 是斩土火，摩尔加纳是打和风魔法。在面对主线各式怪物和王时，能切换属性技能达到攻击弱点来提高伤害的效果。首先要来介绍的一只角色摩尔加纳，他有超实用的全体风属性魔法马哈加尔达因，这招让摩尔加纳在道中上可以快速的击败众多弱风敌人。单体打风属性的奇迹拳，在面对弱风的王或是精英怪时，可以造成大量伤害，附带晕眩效果。打王时还有马哈斯昆达可以降力、降智、降速。从梅迪拉玛经由装武升级成的梅迪亚拉汉，可以回复队伍固定血量1500，让摩尔加纳在输出之余也可以恢复队伍的血量。摩尔加纳是一只蛮适合输出、辅助和道中的角色。另外一只 Joker 虽然一开始只有四星，但随着 P5 协奏通关就能直接五星。他的 VC 可以让他上场时就能不耗魔释放土属性群体攻击一次，若有打到弱点也还会再释放一次哦。建议使用摩尔加纳拉 Joker 上场，就能让第一次 VC 攻击增加哦。等级提高后，在周回时就可以协助队伍少放几个群体技能来节省魔力，但它增加了队伍在周回时的续航力，也拥有一招群体火属性斩攻击的劈斩。这招在满血时会额外增加伤害外，击中弱点时还能发动两次。道中打弱火或斩的怪很好用， VC 上场时会填装5颗子弹，单体图攻击的三重连射可以给予敌人3次图攻击，若有击中弱点就能射6次，搭配子弹还可以达到必爆的效果。另外还有一招野哈，可以降低单体敌人 25% 全属性耐性，拥有装武后会升级成降低 35% 的野加翁，打王的时候可以大幅提高全体输出能力。Joker 是一只适合输出、道中和周回的角色。P5 是一部蛮简单的协奏，很推荐新喵入门先玩它，到选单、记录、协奏、双魂羁绊与虚无的傀儡师即可开始游玩。这边要提到一只新喵碰到会蛮容易翻车的 BOSS。因为不晓得要怎么扣他血，就是剧场的尾王傀儡师之影。他一开始会说现实世界的攻击对我无用，并用斗篷包着自己。那新喵开始攻击的时候，就会发现奇怪，怎么打他都没啥效果。因为一开始用斗篷包着自己的时候，只怕魔法攻击，到了血量50%以下，会反过来变成魔法没用。这王还会派出兔子来定身你的角色，注意所有角色被定身就会直接失败，所以当有兔子的时候需要优先击杀掉他们，也会使用闪电攻击中间或是两旁的角色，建议注意对话让角色下场躲避哦。打王前建议让摩尔加纳及 Joker 换上魔法攻击和物理攻击技能，开场时摩尔加纳负责用群体输出打 BOSS 和兔子， Joker 则用耶哈专注打王，进去后没什么诀窍炸他魔法就对了，其他没有魔法攻击的角色就帮忙打残血兔子，当王的血量低于 50% 时就会转换成进攻模式，这时候王就不再弱魔，反而变成抗魔，刚刚无法对王造成伤害的物理角色这时也可以全力攻击咯。那介绍完以上协奏中对新猫较麻烦的傀儡师之影后，就要来教各位如何获得这两个角色的专武。摩尔加纳的专武劫匪之剑获得方式很简单，只要随着剧情进入了印象空间深处开宝箱即可获得，在路旁边很明显的一个宝箱，这把武器可以大幅提升摩尔加纳的物理攻击和魔法攻击，是一把物魔双修的武器，这是和摩尔加纳拥有物魔的技能组，另外也可以强化他的梅迪拉玛成为梅迪亚拉汉，
从原本的回血1000变成1500。再来比较需要讲点的是 Joker 装武的获取方式，需要在剧场内到处开宝箱收集道具后，回去村庄给村民换东西才能获得。总共要收集10个道具，两把装武都必须要角色达到60级才能装备，所以 Joker 的装武可以等破完血咒再回祖先练功到60等后回来拿也不迟。路线都开了也会比较轻松自在，具体走法如影片演示这样。进入剧场后，先到1楼通道左下获得毛皮大衣，然后左右上角进入地底1楼通道，到最右下角的传送点旁边获得指南针，再来进入巨熊散步通道，这边要注意有两个收集品，一个在中间有路可以过去，是玻璃装饰品，当初来找的时候还不小心漏掉中间这一个，这个地图要特别注意哦。一个在右上角是放大镜，再来进入上面传送点巨熊的家，一路到左边获得音乐盒，再出来庭园，左左下角传送点到兔子通道，注意这张地图有3个道具哦。首先来到这边获得怀表，再来这边获得提灯，最后来这边获得算盘，之后走上面传点到兔子的家，到最右边获得望远镜，再来到最左边爬梯子上去到2楼通道，到这个点来获得最后一个物品口红，都收集完物品后回到收成村落，跟圈起来这些 NPC 对话交出道具，再来到左上角这个小屋，进入后，气球下方有个光点，获得钥匙。待开启右下角的宝箱，就能获得 Joker 装武托卡祈福，可以让爷哈进化成爷加翁，提高伤害及耐心降低的趴数。重点是还能强化无属性攻击，让 Joker 的 VC 伤害变得更高。那最后要跟各位提到一点，就是他们两个的天命值怎么增加，也很简单。在 P5 协奏全破后 ，AD 副本就会出现印象空间，进去后到围王前就能自己2选1，想要提升谁的天命值 ？H 副本有10%几率提升 ，VH 副本有20%。那以上就是 P5 角色的获取方式，以及装武获得攻略，以及他们该如何提升天命值。非常推荐新喵们前期必拿这2只角色，可以让现在或是未来推图更加顺利哦。喜欢这部影片的朋友们，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IG 哦。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啦，拜拜。